初一除了要走春之外呢，也可以到富里乡公所举办的2022年虎府迎春年货市集活动来逛一逛，就在行幸福广场，初一到初五早上10点到下午4点，大家可以趁着年节细细品尝富里在地美食和农特产品。大年初一，除了跟家人吃饭之外，也能够来到富里乡公所办理的2022年虎府迎春年货市集的活动，就在幸福广场，初一到初五的早上10点到下午4点，趁着过年期间来细细品尝富里在地的美食跟农特产品。乡长陈荣松说，乡公所市集的活动邀集了乡内特色摊位展售，以及在地的农特产品跟饮品，提供在地农民以及农产品有更多的曝光机会，期待未来市集可以成为富里吸引观光客的亮点之一。目前规模虽然小，但有开始的启动就有进步机会，富里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。记者高双双为乡采访报道。